我的儿子终是饿，他终是吃我们的白饭，但是他不在稻田里干活，他追上他的父亲，他吃太多肉，浪费太多钱。你知道你的将军吗？晚餐在哪里？闭嘴！给我米饭。为什么你做饭那么慢？你的家常菜藏起来像垃圾。你从不用微镜做饭。那你做饭？当你和你儿子外出用餐，你们浪费这么多钱。哎呀，他在哪里？我们本应该卖掉他。他在那儿，在河旁边。什么？不止塑料，他不工作。他总是和朋友一起去玩。那是什么？花？他偷偷和一个女孩去吃。我操！她是很漂亮。她是谁？她会做饭吗？不是。她是医生吗？不是。她有钱吗？没有。那她是什么？她是麦当，她是男人。麦当，麦当，我一直喜欢你的表姐，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，亲手给她制作花和礼物。你为什么不亲自约她往去游餐？因为如果我的妈看到我不做工，她会杀了我。亲麦当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帮我吗？你好，平。妈，我可以吃食。你是家庭的妻儿，你不做饭，你不用功。现在你有男朋友，他必须做。你做什么？躺下嘛，你的身体不好。你弟要在哪里？让开，除非你想要和你的狗一样的名人。走了，是。
这是谁？他是我的表姐，你的皮皮谣言才出去。他会做饭吗？是。他是医生吗？是。他有钱吗？有。不错，不错。看，你会让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。Stupid! Fuck you, man. Pussy.